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南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那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个领域呢，我们称为叫做 A 段架构师。那么相对的 A 段架构师呢，相对的就是 B 段。那我们在之前所谈的，我都把它归到 B 段架构师，OK。那 A 段架构师首先要有这个商业的思维就是关于商业模式，还有商业策略，还有呢这一个产品的设计、产品的开发，以及呢产品的相关策略。那我在这一个部分会来跟你说明这个 A 段架构师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点。好，那 A 段架构师呢，它的一个特性就是在这一个需求还没有明确的这个阶段就要展开工作。那这个 A 段架构师呢，有它的很特别的地方。那我这一边就特别帮你开的这样一个专栏，帮你介绍这个 A 段架构师。好，那这个 A 段架构师呢，那它相关的做哪些这个架构设计那架构设计到底是做了些什么？那相对上，在这一个 A 段架构师呢，因为面对市场的竞争。面对市场的多变，所以呢，他有很多创意。那么很多创意呢，要把这些创意落实成为 B 段，可以继续去做生产、做开发的一个工作。所以呢，他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发散的思想，能够有一个方式可以把它简化就把它从复杂，把它变成简单，那么让这一个 V 段的就可以从简单中来掌握复杂，以及呢，这一个容纳进来更多细节的一些变化，OK。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可以最终呢是要提供良好的用户体验。良好的这个 user experience，OK，好，那我们就来帮你介绍到底什么叫做 A 段架构师喽。好，那我们在这里说架构师呢，分为呢 A 段，以及分为 B 段，OK。那这里头呢，最重要的分界点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叫 A 段跟 B 段，它的分界点到底在哪里？好，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投资决策或者是签订开发合同的那个时间这是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好，所以 A 段指的就是还在谈，对方还要不要买？譬如说有个。要做一个产品，譬如说要做一个双屏的手机，就是这个手机有两个屏幕。那么，老板都还没有决定，要开始去生产，开始去做这个大规模的投入，去做这一个双屏手机的这个时间之前，大部分是产品经理、研发经理。市场部经理在思考，我这一个双屏手机到底有没有竞争力？那么竞争者是不是已经上市了？那么如果竞争者已经上市了，那么我们的到底有什么竞争力？在这些评估的阶段，也就是在投资决策评估阶段，我们称为是 A 段。那么到 A 段的时候，
已经把整个市场、商业、竞争者等等都考虑进来了，觉得做这个产品会赚钱，好，那么我们就成为进入到 B 段咯，因为决定要投资了。那如果是做项目啊，做项目啊，我们现在销售人员啊还在跟客户谈，譬如说某家银行想把他的这个信用卡的系统呢交给我们公司来做开发，那么现在还没有签合同，这个合同还没有签，所以对方呢还不知道会不会给我们做，好，在这个时间点之前的，所以是销售的人员，还有 marketing 人员，还有我们的初步的 PM， 还有我们的架构师，都还在跟客户谈，尽量说服客户跟我们尽快的签合同啊，来做开发。所以在这个签合同啊投资决策之前的这一段，我们称为叫做 A 段啊。所以呢啊，这个 B 段就是投资决策或者是签订开发合同之后的这一个开发建制阶段啊，包括整体的架构设计阶段啊。因为客人都还没有决定要给我们做，所以呢说真的，我们的这个架构设计呢也不会做得很细啊，主要是啊在做的是一个策略性的一个架构设计。所谓策略性就包括呢商业策略等等会考虑进来的 OK。 好，那我们这边所说的就是这是一个投资啊决策点，决策点在这里。那这个点呢在之前叫做决策前的叫做 A 段的架构设计，那么决策后呢啊就是准备呢我们要用大批的开发者呢，我们的 PM 开发者呢测试者呢都会进来了啊，这边就是要这个大规模的要开始建设了。那这边呢还在谈啊，还在谈啊，双方还没有签合同，这一个阶段我们称为 A 段的架构设计 OK。 好，那么在 A 段的啊架构设计这个决策前这一段呢，主要是在做产品的规划啊，做产品规划，所以我们称为叫做产品规划段 OK。 那这边呢我们称为叫做产品生产段啊，就是开始做投产啦啊，开始有很多很多买设备啦啊，聘人啦啊，团队都组成啦，那这一边只是在做规划而已啊，在做评估规划市场调研等等的啊，提供给决策。所以这一边所做的工作呢其实是提供给决策者做参考，然后呢帮这个决策者呢啊能够提供更多精准的能够协助他做正确的决策。那么如果在这个决策点呢啊决定呢我们要去生产这个产品，或者是我们要去开发啊，去开发帮客户开发这个系统呢，那我们就进入了这一个 B 段啊的这一个开发段哦。所以我们称为叫做就产品来讲就叫做产品生产段，这叫产品规划段 OK。 好，那我们再来看在这一段里头呢，主要这个架构师啊，这个是 architect 呢，这是一个产品经理嘛，对不对？那还有一个架构师啊，这个是啊 architect 啊，这架构师呢啊 A 段架构师呢是来支援啊这一个啊产品经理的。那这一边还有 V 段的架构师，还有这个开发者测试者，这边呢只要是来支援这一个啊 product manager 来落实这个 product manager 的决策。所以这个我们称为叫生产经理，这个称为叫做产品经理啊，产品经理。所以这一边的架构师呢，这边也有架构师，我们称为叫做 B 段的架构师，这边称为 A 段的架构师。
那 A 段的架构师呢，只要是跟产品经理、跟这个研发经理、市场经理呢，然后来这一个做市场方面的一些判断啊，一些设计，然后来提供给这个高阶的决策者呢，来决定是不是要开发这个产品。是的话，那么这一个 B 段的人马就会全部进来啊，继续衔接下去。那这一个两个架构师之间可以做很密切的沟通，很密切的沟通，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产品呢，在生产跟市场呢可以配合的最好啊，配合的最好。好，那所以我们这边称为呢这边的架构师呢，A 段架构师呢他的主要的是协助支援这个产品部经理。那么这边主要是协助呢生产部经理这是不一样的。好，那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协助的对象协助的对象。好，那在这个 A 段的设计里头的架构师呢，偏向获利的思维，就是想办法要赚钱而不能是以省成本就是我们做这个产品到底会不会赢别人，会不会满足这个用户的需求，那用户的体验会不会更好，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赚更多的钱能够把敌人打败那么到了这一个 B 段的时候呢因为这一个所有的我们想赚的钱，想在市场上面排第一、第二、第三，都已经定案了，都已经做的决策了，那目标也都很清楚了，目标的市场一年准备卖多少，所以呢，我们剩下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降低成本，能够把这个供应链，把这一个产品做得更好以最低的成本来做到最美好的产品。所以这边比较关心的是供应链供应链如何把这一个供应链做好然后呢这一边是如何呢占据市场所以呢这边是获利思维，这边是成本思维这是两个互补的，也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当一个架构师呢从这个 B 段跳到 A 段的时候呢要学习的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思维不一样的思维，OK，好，但是这一个 A 段的架构师有 B 段的经验是很重要的，所以 B 段的架构师呢，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跳到 A 段来，为什么？因为A 段的这个产品经理，还有这一个市场的行销等等，可能对最新的 B 段的技术可能并不很熟悉。所以他会很依赖这个架构师来提供技术方面的一些决策，就是说在做决策的时候呢，也不是完全是依赖市场的这一个情况来做决策的市场是可以赚钱，但是呢，我们的技术人员的能量、我们的成本、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这个后续的合作厂商。到底有多少新的技术？这个技术能不能支援我们的这个决策所需要的这个支撑等等的？可能在这个总经理还有市场部经理都没有这个在对 B 段可能都不是最新的、很新的这个 B 段的技术的知识，所以呢，他会非常依赖这个架构师，非常依赖架构师来提供。这一个产品呢，它的可行性就是可实现性，那可获利性还有竞争性等等的是综合判断的，所以呢，这边很多技术的背景需要由架构师来提供，所以一般来讲，这边的架构师呢，A 段架构师呢，这一个大部分也是最好是从 B 段过来的，因为它会有 B 段最新的。这个技术的一些情报、技术的一些知识，所以可以弥补这一边长期在市场面的一种工作。那么针对 B 段的生产段的最新的技术、最新的工具，可能并不熟悉，
所以呢，刚好由这个架构师从这边过来的架构师把它补起来，啊，可以让这个决策呢，啊，更加的精准，啊，更加的精准，对整个公司、整个团队都是非常有利的，啊，所以呢，在这个 A 段的架构师呢，啊，需要有商业模式的概念，需要有商业策略的概念，啊，需要有产品创新的概念，啊，而且呢，还要会做架构设计。为什么？因为这里的架构设计呢，它会延伸到这里来，就是这边的基本的架构。譬如说，举一个例子，我要双屏手机，就两个屏幕的手机。那么，因为市场的考量，因为成本这边竞争力的考量，所以呢，啊，这个双屏手机，譬如说，这是啊两，把它合起来啊，像一个贝壳一样，这边把它可以把它合起来。那这边有一个屏，这边也有一个屏啊，这叫双屏手机。那这个双屏手机呢，啊，因为在这里考虑到市场的竞争力来讲，所以这边的分辨率啊，就是啊 resolution 就分辨率比较低啊，这边是低的分辨率啊，这边是高的分辨率啊，这个是分辨率是高的。那么两个屏的分辨率不一样，那这个的决策会影响到整个后背后这一个操作系统，譬如说 Android 系统的一个基础架构的改变。那这个架构的改变会评估的这个成本还有生产的时间，都是在这一个 A 段架构师里头会去思考的。那这思考的结果呢，他会把它啊移过来给这一个啊架构设计呢，会移过来给 V 段的架构师啊继续做下去。好，那如果没有移过来，这个 V 段的可能做的会跟这边的决策是不一样的。好，那未来可能成本等等都会很高。好，因为分辨率不一样，那么它的这个进货可能厂商是不一样的，那可能它的成本都不一样。所以呢 A 段架构师呢要有这一个商业啊，就是跟竞争者能够从这一个多变的市场当中啊找到一个商业模式。所谓商业模式呢，就是啊这样的一个产品等等呢啊是有市场的，是有钱赚的啊。那么所谓策略呢，是我们能够赚最多啊，在这个市场呢可以成为这个 number one 啊，或者是啊这个 number two 的等等的啊。所以商业模式是确保啊，确保呢我们这个是有市场的，是有客户要买的，客户愿意掏出这个钱来买我们的产品的啊，也就是确定这个产品是可以卖钱的，是有市场的，而且市场是够大的啊，至少是我们所满意的市场。那么策略呢，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我们可以呢啊一直保持不败之地，我们可以力争上游，我们可以打败敌人啊等等的个策略。还有包括怎么宣传，我们有什么特殊性啊，有什么差异性等等的。好，那这里就跟这个产品的创新是有关的，因为你要有策略，那么产品就必须要做创新来支持这个差异化、这个特殊化、与众不同，好，来争取这个市场的最高的份额。然后呢，架构设计呢是要对这边的啊，是要做设计呢，要给这边能够把这些复杂的、多变的这个商业行为呢，能够把它从这一个复杂当中把它转变成一个简单的架构啊，所以呢，这是从复杂到简单，所以我们称为叫简化设计。好，那这边就可以给 B 段来继续做下去了。所以这里我说的就是 A 段架构师呢，需要有商业模式、商业策略，还有产品的创新，这个还有架构设计等等这些的啊，这个啊很丰富的思维啊，这个很有弹性啊的这个思考啊，这样才可以。OK， 好，
那这里就是刚刚说明的这个架构师呢，基本上就是要有这个商业模式的想法，还有这个产品创新那加上这一个整个市场的策略这就是可以讲这边是市场的策略。然后呢通过架构设计呢把它简化能够成为可以生产的一个产品可以生产的一个产品所以透过架构设计来衔接到这个 B 段的一个生产线，就能够产出这个这个美好的产品咯。好，那我们在这里就先休息一下咯，待会继续。